从来都没有联系过我们，不仅没有联系过我们，案发之初我们曾经给他发过微信，也给他父亲发信息，都没有回。弟弟刚刚走人的时候，我们想知道一下这个，都坐回来谈一下这个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等等，他父亲没有任何的回复。但是呢，一路上却不断的发微博啊，接受采访啊，对我弟弟进行各种污蔑，甚至呢都对我进行了污蔑和我们家人进行了污蔑。我找不到词可以形容他，昨天的微博里都敢说我跟我弟弟，我家里人跟我弟弟分开，怎么猖獗分开。哎，看了真替我弟弟好心痛。